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Bingo 啊。现在大家看到是龙眼架肩啊，一定要对准行程轴，对准一边一侧就可以了。然后啊，要没有缝啊。还有呢，刚才看到野蚂蚁在那里爬，大家一定要防蚂蚁啊。大家看到没有？看，它有一个蚂蚁在那里窜来窜去啊。还有要对准一边的行程轴，一定要看准啊，看准它那个一侧那里。啊，然后呢，这个牙眼呢有2到3个牙眼就可以了。啊，然后咱们先用一个保鲜膜之类的这种大的袋子，把上面这个榛木这个包住，要不太大了，咱们用那个薄膜来的话，很浪费时间，也浪费那个薄膜，就是这种小的嘛，咱们要自己切自己弄的。啊，一般有些人问他薄膜哪里有啊？一般5金店都有，要那种长长的，一般有半米长的那种薄膜。后面你拿刀来剪，剪成这种一小段一小段的，后面咱们再嫁接的。啊，也不是很贵的，20-30块钱一斤，按斤来算的。啊，然后有些人他还不懂怎么包，就是这样反过来顺手包就可以了。啊，然后直接铲肉下来，啊，尽量呢就是这样铲肉几层，然后就转到另外一个牙条上面去，啊，基本也是你看着是挺简单的，其实你操作的话还是不顺手，有些人觉得，对，他也觉得很难，所以你可以多练一下，多练练这个包扎的过程，绑这个薄膜的过程。啊，然后最后呢，你再放一些撒蚂蚁药啊。有些又问是蚂蚁药，基本上当地都有卖的蚂蚁药，农资店呢或者菜市场卖种子的那些地方也有的。啊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，欢迎在下方评论。感谢大家观看，谢谢大家，我是 Bingo，喜欢了吗？